以开玩笑那不雅的资讯来测试跑马灯的系统，那引起非议，确实有不当的行为，那本分局除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以外，并加强教育所属。傅尊，那有了解到说这个里面的内容，他所谓的是在开玩笑的呢，还是说他骂的是真有其人？确实是开玩笑的。那个写这个字迹的同仁有没有表示相当后悔？还是？确实上传以后，那经我们联系他，那确实表示相当的懊悔。啊？傅尊，他会人家停课啦。下雨天，天雨路滑。请用路人小心驾驶。本分局源泉派出所的同仁以开玩笑那不雅的字句来测试跑马灯的系统，那引起非议，确实有不当的行为，那本分局除了追究相关人员责任以外，并加强教育所属。傅尊，那有了解到说这个里面的内容，他所谓的是在开玩笑的呢，还是说他骂的是真有其人？确实是开玩笑的。